这个定位孔就是对这里的，不能装错，不能反过来装，装在里面都不行。还有这里要对到这里剪刀才可以，如果对不上的话，轻轻的拨一下它就可以了。这边也是一样，那这里对上去，这里也对，这里也对，这边也对上。好，这样锁住它。好，这里可以接水了，接水啊，就是润滑这个刀，剪刀，这里接水。好，先试一下洗好了。少它挤不下来了。您都比较